小学我记得开始接触运动比较多篮球的就是六年级。我自己好中意运动嘅，中意踢足球、冰球，我中意打 hockey 啊。靠你嘅运动就少接触咯，唔知点解对呢个现形嗰个波冇咩兴趣。骑脚踏车，从小就开始骑了嘛，但只是那时候骑的是赶去上课，骑的是买便当，骑的是去约会。我看自行车在也蛮普及的，就是每一个人至少都会骑过自行车吧，就是都会勾起小时候的童年，就像我以前我姐姐载我骑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这样。초등학교입학했을때이제그네발자전거를처음타봤던것같고요네한국분들대부분이다그렇게네우리나뭐어느나라나마찬가지라고생각하고있습니다起初我以为很个人，但是因为很多比赛项目，它不是单纯的是一个人去完成的，它需要两个人，它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团队，所以其实是一个集体吧。其实今次我自己去搞呢个故事嘅时候，当然我都留意好多單車世界嘅嘢，譬如場地賽啦，咁場地賽有團隊賽有個人賽啦，場地賽另外一種叫麥迪遜嘅比賽啦，係要一個二人嘅合作嘅比賽。哇！哇，好快！咁公路賽啦，可以講係一個幾集合咗唔同嘅精神喺裏面去表現嘅嘢。其實在比賽裏面有六個人啊，九個人，即係視乎嗰次嘅比賽嘅一個規模。簡單來講，就有點像是 F1 賽車好了。當然是 coach 嘛，教練，有個教練，然後有破風手，有衝線手。破風手就是在衝刺手前面嘛，然後幫忙破風。到了大概最後兩三百米的地方，全部人打開。冲线手从后面用全速起来超车，冲过终点线。Water boy， 咁佢哋咧就系专登去攞水，跟住再用好多力去踩翻嚟俾水啲队友。当然头先讲啦，即系大家其实系用紧唔同嘅战略喺里边，你睇到每一个人其实大家攞紧个位，已经系攞紧一个部署喺度。我怎樣放我的隊員在什麼位置，對方最強的譬如破風手在哪裡，我又要找人抹住他，看實他們哪一個是衝線手，我什麼時候放一個人進去，引到對方可能要消耗或者一些他們的隊員將整個車群怎樣去扯散他。所以為什麼這個運動是需要一個團隊去做這件事。你不想跟著我Right， 坏人啊！如果我自己想啊，我代入翻个角色系会有勾心斗角嘅，因为每个人都想系企上台嗰个噶嘛，所以系会有呢啲情况嘅。我觉得真实应该都会有。It's very good. It's very bad. 而且尤其是喺职业世界里边，好现实嘅。即係你係輸物家就輸物家㗎啦，係咪先？即係成就咗一個人出嚟唔容易。當呢個人出咗嚟之後，其實大家都向住呢個人喺佢身上攞一啲所謂嘅商業價值。一個團隊裡面一定要互相競爭嘛，就像你不會是單純只有互相推動的，因為你有競爭，你才會進步啊。就像一個球隊，你要。这个球员打得好，你对手你的团队也要非常的强，这个团队才会进步。所以我觉得互相推动跟互相扶持到互相竞争都是有的，不会是只有一项。其实我觉得放在任何的世界里面，我们都面对到团队，有几个人肯为自己的伙伴去付出，有几个人真系会系为咗
團隊的精神去做一件事。但是當然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歷程來的，我剛才說的那種心態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會出現的，只不過就是說幾時你能夠轉化到出來。即其實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很出色的衝線手，是每一個人都希望可以有一個這樣的拍檔，這個拍檔無私奉獻，我不是一定要做最衝在前面的人，但是我可以做到我的崗位最成功的事，即破風這個精神其實在這裡。在訓練之前，其實老實講就唔係好緊張嘅，因為覺得即係演戲，你學到個形態，咁去演其實已經 OK 啦。其實他哋最主要咧，導演希望咧係帶出係佢係一個衝刺選手嘅運動員，咁有好多嘅衝刺技巧或者一啲策略咧，想我喺佢哋拍戲之前咧教識咗佢哋，等到時導演講出嚟咧，佢哋就得心應手啲。我其實當咗佢哋係一個精英嘅運動員培訓嘅。直到去訓練嘅時候開始緊張啦。每日我哋踩兩個鐘，跟住休息一陣，下晝又去練其他體能。我哋連續做咗15日啊！呢個訓練。我欣賞你啊，嘉樂。好啦，以下嘅內容已經錄音啦。好冧啊！今天啊，黐線，好醜喎。其實呢個訓練嘅 program， 呢個訓練嘅時間，其實係同一個真正嘅職業車手係冇分別。可以講到今日拍完部戲，佢哋每一個絕對可以出去參加到正式嘅比賽嘅一個車手。We must know exactly all the movement during the race. This is the finish line, okay? So the winner, they must pass here, they must cross here, the first one. 咁佢哋要訓練，然後要考試，係經過一個真正嘅真正的考核，即絕不是因為一個電影啊，需要拍一部電影，叫做為呢一班演員去搞一個考試，唔係，佢哋真係要去參加一個公開試，都有擔心佢考唔到，我都唔知點拍。其實而家丹丹做緊嘅咧就係一個叫 check stand 嘅動作嚟嘅，就係一個。好，你哋坐先都笑嗎？拍摄的前置就是为了准备嘛，好像不记得了，就可能爬坡吧，爬坡跟训练，对，可以看一下 making of。哇，很难吃啊！没办法，没办法。对，那我现在肚子好饿，太累了，呼吸要调节，然后很多要学习。今天是第二天，继续加油。我当然也可以说是很辛苦，很辛苦，但我是觉得说确实辛苦，但就是你要做的，你就把它做好了，你可以不要做。我是从3月一直练到拍完，而且因为我们练你拍到可能是公路赛，过程中我还要去考 velodrome， 还要练 medicine， 所以我是一直在各个全导演要拍的地方都在练，所以我也不觉得说很辛苦，那我是觉得说这是必须的功课。那今天你要演一个这个运动员，我试着把它做好嘛。我觉得这段时间是很值得的，因为这段时间半年你可以去体验一群运动员他们的生活，那个爬坡辛苦，你可以了解到他们的内心世界。你唯有透过这样的训练，你才能够了解一个单车手他在锻炼自己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
까다로워졌다기보다는 조금 더 익숙함이 나왔겠죠. 좀 이렇게 화면 속에 이렇게 묻어 나온다고 표현하잖아요. 이렇게 좀 더 이렇게 스며든 듯한 네, 그런 느낌이겠죠. 연기랑은 전혀 상관없는 것 같은데. 其实，在之前体验生活的时候，有去到国家队去看到他们的整个训练的过程。那我要真正跟运动员比的话，我可能不及格。虽然因为我们时间虽然训练了一个月，但是还是不可能达到真正运动员的那种状态。但是演员好就好在是我们希望把他们的精气神表现出来，然后尽量让外形上达标。我有很多事儿，但是我都要抗拒，都要抵抗这些，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每天进步一点点。导演变态。即系对我嚟讲，即系拍戏一种追求嚟嘅。咁当然有唔同嘅人对追求嘅态度有唔同啦。观众可能未必会去到有一个咁嘅指标嘅追求。但是我既然我去拍这件事，甚至乎这一次这些东西是我自己这么喜欢的时候，我觉得他一定要做到我觉得是这样的才得。我觉得这个 是一个能够令到这部戏可以做到的，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加油运动员需要一个非常强大，并且我觉得运动员最重要的一点是自律。哎呀，你在你的运动生涯中啊，或者是不管像我们演戏，都有很多时候会有各种来自方方面面的阻碍，或者是一些声音说你可以放弃，你可以不做这个东西，你可以绕掉这个东西，然后继续往前走。那其实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更强大的一个mind 来告诉自己你可以做到。我觉得一直坚持在音乐这条路上吧，因为很多人就是在中途会放弃或怎么样，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也会觉得很辛苦啊，就是觉得也练不过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你只要就是坚持一下，就是忍过了其实也就好了。我觉得就一直要努力在这条路，就是不要放弃。对，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起点是一样的，只有不断的突破。我觉得运动员肯定是比常人要更坚韧，更努力的去不断的突破自我。他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生的目标不是定在我要超越谁，可能是定在我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一点。而且我觉得耐力对一个运动员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而且要不怕寂寞，因为训练的过程中是非常寂寞的，每天就是在骑那个圈，每天骑，因为我看到他们每天的训练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要扛得住寂寞，然后要能够坚持坚韧才可以。我相信每一个运动员的训练都是枯燥乏味，但这个过程是必须得，你多一分钟的训练就多比别人多一倍的努力，你相对得到的成果比别人得到好的成绩的几率高一点，你希望自己做得更好，那你就得花更多时间。还有就算你付出再多也不一定会有好成绩，这个是不是成正比，所以你在那过程中你会常常达到一种挫败感，那你怎么样去调试？所以通常选手不是都讲那个精神层面很重要，精神层面我想应该就是你面对态度吧，面对你生活，因为你不是只有训练是你生活的全部，你还是有自己的感情啊，还有自己的家庭啊，这些都会影响你的训练的品质。反叛，叛逆，青春是要附带着要有热血，要有反叛精神的。
因为只有你在青春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热血。因为热血其实有可能是有褒义有贬义的，热血有的时候可能说代表冲动，但热血也代表有激情啊，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才会有这些东西，年龄大了就不会有了。对，热血同年纪有好大的关系，我只觉得是年纪大了之后就令到你没办法好专心去做，只是做一件事咯。啊，很多东西令到你分心的。Yes, amigo, amici. 전열정이에요열정이고자기가손해를봐도아랑곳하지않고자기가좋아하는거에모든걸투자하는그게바로열정이라고생각하는데청춘에서의열정이라고생각하는데청춘하면딱그이퀄저는열정이떠오르네요剧组里面如果让我挑的话，我觉得最热血的会是导演，肯定是导演，一定还可以。因为在他比较瘦小的体内住着一个充满力量的一个年轻人。看到窦骁你这样子，有啲嘢分享下，好深刻嘅。我第一次去踩一啲所謂嘅叫做即係比較專科少少嘅單車運動啦，咁就當然都係跟一啲朋友去踩啦。咁第一次去就帶我去一條斜路踩，你眼睇上去咧，你覺得我冇理由唔得啊？講緊係十幾年前喎，咁我冇理由唔得啊，我得冇問題，你唔需要得噶嘛，一定得。一路你踩上去，你望到個頂，你一路望到個頂，望住個頂一路上去，上到嘅上到嘅，即係鼓勵自己上到啦。咁跟住，梗係扯曬氣噶啦，已經爆肺咁滯噶啦。點不知一去到嗰度一望，咦？唔係到喎，原來係到一到仲嚟喎。即係其實是一個好深刻嘅體會嚟嘅，對我嚟講，即係。又適逢我自己啱啱係嗰個階段，係叫做自己開始出嚟去闖蕩下江湖啦。咁啊，當然面對好多難關。咁嗰樣嘢俾我自己覺得就係你中間可以放低嘅，即係你內心個魔鬼不停同你講：喂，唔得噶啦，唔得噶啦，喂，咪唞下咯，停停先再踩啦，或者好多依啲咁嘅，落唔落咧？落唔落咧？就係你點樣自己。堅持行埋落去，即係我突然間喺嗰次裏邊有一個自己咁樣嘅投射喺度嘅一種角度，我從此我就好熱愛呢一樣嘢。我中意上斜路嗰種感覺，呢個感覺就係你點樣？去同你的內心，你怎樣征服你自己的內心？其實這部戲，如果你說個原構思，其實說的是在2001年已經有了，不過想到的確是很難拍，要拍這個戲的預算一定不是一個低的預算去做。首先他們的裝備，一身的單車的服飾，眼鏡、頭盔、鞋、手襪，說七八千元 的裝備，是一個人的身上，我還未計算單車，一個單車是一個達到基本職業的水平，那個單車說幾萬元，我怎麼拍到說是二百多的單車在一起一件事，幫我講幾多錢咧？即係投資嘅，可能攞咗一大嚿錢擺咗喺呢啲地方度，然後你拍戲就係咁嘅錢，哇！加上嚟幾多錢啊？咁所以我覺得亦都係一個 timing 嚟嘅。點解今次會做到？除咗頭先你講緊話，即係我而家器材上啊各樣拍攝嘅嘢會容易咗之外，我一路踩單車嘅時候，亦都認識咗好多志同道合嘅人。咁其中有一個佢嘅生意就係做單車，即係佢聽見就即刻已經話：喂，我可以幫你喎。咁所以有呢個情形底下，就令到我好放心去諗呢件事。快车就要快，啊，要不然就挡在后面啊！一开。
拍攝，咁我自己係好期待嘅。係邊個位得啦？係啦，呢個位得啦。導演就係 action， 咁我就哇爆出嚟咯，成我嗰團火就爆出嚟，咁就好好真係好投入咁去踩啦。但我冇諗過第一個 shot 炒嘅就係嘉樂。跟住一起身嗰下，發覺自己喐唔到，跟住我就啊弊啦，死啦！我諗住其實冇乜事嘅，我以為可以即刻起身再繼續拍啦。咁跟住就入醫院啦。當時我有個同事不斷問醫生，咁佢哋又越講越細聲，咁我就心中就又覺得使唔使咁啊？唔係有啲嘢啊咁樣。咁個同事講完之後翻嚟啦，跟住我就問佢點啊？咁佢就令到冇嘢。咁我就話冇啊，你講俾我聽啦，你講俾我聽啦。跟住佢就開始忍唔住有少少淚光，就話醫生話你斷咗鎖骨，起碼半年做唔到運動咁樣。咁我就即刻諗，即係我拍唔到呢套戲，因為呢套戲係講踩單車，咁我做唔到運動，我拍唔到。咁我呢半年嘅訓練嘅努力，咪好似即係冇曬白費咗咁樣咯。咁嗰下我係喺醫院入邊係好哭咯。因為其實最大問題就係佢真係花咗好長時間，戲未拍就已經受傷，佢好擔心自己仲可唔可以演出落去。其實佢自己都好對佢嘅挫敗都好大。咁當然一方面我亦都要即係、就是、我要安撫佢啦，即係冇諗到啊！會有冇千祈唔好講，你冇諗咁多，你休養好先，所有事之後再諗。OK， 我哋我會幫佢同你諗下噶啦。我好多謝佢哋係咁錫我，咁關心我嘅。咁但係問題即係當有越係咁多人去關心你，即係話俾我聽，我越係冇機會再拍翻呢套電影。即係除咗好老實講，我要顧及佢嘅安全，我亦都要顧及其他人嘅安全。因為即係我先講意外嘅嘢，有陣時你唔知可以發展到點。咁所以即係有一剎那我都諗唔好勉強。做不到就做不到，即是注定是这样，不要勉强。有一剎那我都跟他说 你休養好先，即我盡量等你，但是你都知道拍戲的事我盡量調動的啫。 End up 不得我都無能為力。其實我知道我自己不得的，但我就跟他说我得的，你給我機會，我真的得的。我心想講笑咩，斷了鎖骨在個單車上你要用很多這個支撐，很多事你要做，做不到的。那我說沒有了，我真的死藝難了，我說沒有了，你給我機會，我真的可以的，我踩到的。你可能同一個位置再斷一次，件事就不是這樣的了，就不是搏回沒事了，可能影響你跟著你的人生的了。跟著他們就說咁佢哋好好，佢哋話如果我話我真係得啦嘛，咁就安排咗個教練俾我，就俾仇多評核我係咪真係可以上到單車踩到。結果佢自己真係一出醫院就走去自己去試，都感動嘅，對佢做呢件事感動。咁佢寄咗段片俾我睇。當然他不能可以好哇好揮灑自如，但是這個鬥志就是破風的鬥志。我為什麼不讓他回來，讓他回來吧，再想後面的事再想。如果你過不到你覺得是怎樣，你是又阻礙了誰？好了，
為當時我拍嗰時候，我係唔會拍完一個鏡頭，我都喊一次。喊唔係因為痛，喊係因為我做到。即係個個都話我唔得，個個都話冇可能再喺呢半年上翻單車。而我喺受咗傷十日之後，我上翻單車拍，我係完成到每一個鏡頭。不能够，那就 Thanks God。我们会为了这样的一个梦想，这样的一个追求，付出很多的努力，有一点不怕牺牲、不怕死的精神。这个可能是现在所有的年轻人所缺失的吧，因为我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我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我都会有点害怕，不知道该不该去做。但是对于自己的梦想、理想，有的时候我们又要放手一搏。在这个戏里面，我们讲的是付出，每一个人的付出，你得到的东西是最开心的。就是不管你是职业，不管你是哪一个位置，你的付出，在这个团队里面，那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放弃，就是你再辛苦，你再累，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念，你努力的付出，也许它没有回报没那么快，但你在那过程中是开心的，是很出彩的，那个就是我们想要讲的。因为我们有最好的破风手，我们有最好的冲线手，代表你们有能力赢得所有的比赛。世界冠军，做白日梦啊你？这不是做梦，是梦想。在我们这个世界，只有留下或者离开。今天是你要冲线的时候，我必须让开。我从来没想过你们的世界对树荫原来压力这么大。我活在这个竞争的世界，输赢就是现实，我们的世界是不一样。等我这只兔子当你的破风手，你就去跟志远斗到底吧。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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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